生活援國兩週年，大庇安天下獨立嚟計三週年，咁我哋今年係8月26日自費食飯，唔請啊講明。咁咧，大家都知道生活援國兩週年內從來都係冇服務嘅。如果想見下我、鬧下我、踢下我，或者就嚟摸下我，希望大家盡快報名。21號截止，網聚之後，我哋俾翻一個好嘅服務大家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大飛我天啊！紅磚巷即係塗鴉巷，陸續咁樣開始發生一啲效應，就係、是、開始揾到當日啊噴嘅人。咁佢發咗個聲明，跟住佢話我並無政治立場。呢位仁兄佢話目前佢完全被上升到反映兩股極端思維對佢嘅迫害。佢同佢嘅團隊人員都受到非常激烈嘅網暴同埋生命安全威脅，如香港團體要購買佢嘅頭腦等等，佢處喺好激烈嘅被迫害之中。事實上呢條咁嘅契弟喺度狡辯，你點可以自己將人哋嘅創作用白漆全部咁樣遮蓋咗？你又唔係傷害緊人哋咩？第一、第二，究竟你識唔撚識規矩？你嗰啲紙皮噴嘅政治口號，宣揚你個人嘅政治理念，呢、這個唔係行為藝術，亦都唔係言論自由嘅問題，係人格嘅問題。咁當然，呢、這個社會發展，呢、這個社會核心嘅發展觀，你24隻字擺出嚟，有幾多少人信？尋日已經遊曬啦，即係話相關部門將佢遊曬，咁亦都引起好大嘅迴響。你究竟係高級紅定低級黑，定係低級黑高級紅？對唔住，講錯，應該係高低級紅係嘛？哎呀，呢兩句事真係唔識啊！大陸啲嘢真係唔知點講。點解？因為已經上升到一個陰謀論，即是話你令到我哋習主席赤裸裸咁樣喺度攞賓，點為之攞賓？即係攞炮。明明一件中國嘅宣傳口號，你擺喺倫敦，結果令到好多人將佢二次創作，而最重要嘅所謂嘅24字真言：法治、公正、平等、敬業、誠信、友善，呢啲全部皆冇。咁冇嘅話，咁樣你擺喺度，咪即係特登引人哋嚟鞭撻習主席？喂，你嘅所謂嘅社會核心價值冇㗎噃，係口號嚟㗎啫噃，變成咗赤裸裸咁令到習主席好難堪。因為喺國內呢啲宣傳標語，我哋見慣不怪，冇嘅。跟住就話我哋有，咁你呢次有嘅，有呢啲字嘅，你擺出去，咁人哋就開始質疑，喂，你中國幾時有呢啲啊？你乜嘢核心價值啊？跟住開始就借呢24個字，跟住就指向習主席，你哋低級紅高級黑定係低級黑高級紅，真係唔識。你是完全赤裸裸地陷習主席於不義。那有些人說，喂，不是喔，他來的是曲的喔，不是直的，他不是真的宣揚的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的，他不是的，他不是的，他就是想達到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但是你問他的時候，他當然會這樣說，是不是？難道說是啊，我的目的就是令到習主席難堪咩？不會的嘛。咁但係至於係唔係，我哋真係唔知。你講嘅就各自解讀。但係你話香港人要你嘅頭腦，唔好講笑啦。香港係乜嘢？尊重言論自由嘅地方。香港人尊重言論自由，因為我哋嘅言論自由被限制。所以好似我一樣，我尊重你嘅言論自由，但係人哋當塗黑你嘅時候，咁你點啊？你就出嚟大大聲。咁當日
你哋白底咁樣去將人哋即係之前嘅前作一次過將佢全部抹清嘅話，咁呢啲又係點？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啫，即係唔可以係咁樣諗住你認為需要點就點。咁當然咧，開始陸續嘅就有一堆數字，白色油漆遮蓋嗰24個字，乜都冇曬。不過唔知點解，其中一幅牆就漏咗一扎數字喺度，1958、1959、1966、1976、1979、1989、64、1990、13、2003、71、2014、926、2016、28、2019、612，呢啲數字反而冇被清洗，呢啲都係香港人真實嘅數字。有陣時做乜嘢唔緊要，係咪啊？去到人哋地方，我當你真係宣揚到尊重人哋嘅價值觀，而唔係呢啲所謂嘅行為藝術。你嘅團隊，你自己去到英國，你相唔相信中國係有法治？香港已經徹徹底底咁話咗俾你聽。當你開放嘅思想，你睇下人哋嘅今日，你話人哋去抹黑你，對你人生嘅安全，甚至乜嘢，甚至就係將你哋嘅創作、你哋嘅標語抹殺嘅話，咁你問下幾多嘅香港人、幾多嘅中國人喺中國裏面，佢哋只不過嗌一句口號，甚至佢哋講一句中國政府唔啱聽嘅時候，佢哋被對待嘅係點樣？節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，可以話加入會員同 Patreon 大表天下，需要大家支持，拜拜。IM 澳洲移民公司專注移民20多年，為18至47歲香港人精選最出色嘅移民課程，全程學費港幣150,000內，無需雅思成績。我哋為18到31歲嘅港人申請工作假期簽證，合資格人士雇主願意提供勞工移民擔保，有護理資格嘅港人可以推薦雇主安排工作，辦理勞工定居簽證，冇年期上限。我哋亦都為50歲以上嘅港人申請居留簽證，澳洲比英國更易揾工同入職，無論喺香港、英國、台灣嘅朋友想移民澳洲，就快啲揾 Christy 啦。